哎呀，他今天会怎么样？电视顶头有看到讲，这片伫国际上引起着真大的回响。啊，这个导演哦是咱台南本人，这是咱台南本人的光彩啊。啊，当然我知这是有关于台湾的历史。今仔日的住伫台湾的人，特别是少年人，对台湾的历史一定要有一个了解。照这部电影，会当来知影讲。我到底是啥物人？你等于总统常咧讲，讲用英语讲富的卖，我到底是啥物人？你要了解我到底是啥物人，一定要对历史的观点来了解家己。台湾过去伫日本人统治、日本人以前荷兰人、清朝等等这些先锋的战况，经过啊个当然六十几年国民党的统治，咱爱去全盘了解。而且部电影内底，我想会当互咱了解日治时代，最后做牛车事件是安怎发生的。啊，当然，咱伫台湾看嘛，有大把年事件等等吼，所以我想，这部电影会当让台湾人刻画讲了解家己，从统治过迄个民族，伊的生活过程到底是安怎？啊，咱最后咱应该是定位伫什么种角度？这是我感觉这部电影的价值的一个。啊，当然，导演是咱台湾人，咱即卖国税官呢，伊就做，比如讲王建民伫咱台湾官呢。啊，即马咱这拍高尔夫，哦，即个做专业呢，咱台湾的人，外国人要甲伊收买，伊绝对无要互伊收买，哦，所以像上拢是在拢代表台湾人，即个价值甲台湾人的精神，哦。只有真正吼，在这个土地上真实的感情，真正的体会，才会拍出感动人心的东西。那魏德胜呢，《海角七号》到这片吼，啊，《赛德克·巴莱》是台湾真正历史的一部分。所以今天中秋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这边看电影。球迷替咱台南的主题魏德胜冲票房。另外一方面，嘛透过这回来看电影，用上轻松的方式来体会咱台湾的历史，包括咱台南的大巴尼事件、雾社事件，都是历史的一部分。我们都希望可以真实的呈现。那另外呢，魏德胜导演也代表我们台湾年轻的一代。年轻的一代对这块土地的感情跟认同，这是没有人可以剥夺掉的。从体育界、影艺界到艺文界，大家都深刻的体会，我是这块土地上的子民，我以台湾这块土地为荣为傲。那我感觉讲，阮有这款的同伴，有这款的同胞，阮感觉这光荣，所以我们带着快乐、光荣的心情，大家一起揪团来看这场电影。播一丢。啊，补不到位置的，我们礼拜六还在包一场。如果再不够，我们还会再继续包一场。啊，赛德克巴莱是一个台湾历史的一部分。我们谢谢魏德胜导演，咱台南市影空人，会当以台湾真正的历史来做艺术创作的作品。嘛，感谢现场这多乡亲好朋友，可能有这多人吼，这多当无看电影。啊，到咱的东山老馆雕刻吼，足久无你买电影去啦吼。咱今日做伙用着欢喜的心、欢迎的心来看这部电影，也希望真正台湾的历史，才当予台湾的子民感受到真正的快乐吼。我嘛看到阮家福中心吼，咱的地主恁阿伫遮，足感谢伊。啊，我是不是简单请咱这个即卖英雄顾家吼，立法委员的候选人东山啊吼，咱的老馆长所尊重的长辈，甲大家祝贺一下。所做平安的这个地方语言哦，啊，甲有个老正官，即摆可以帮咱帮咱一个哪样咱叫义务哦，啊，甲咱司法家嘛，来到这里了，台湾独立方面，我想今日这个机会真好，我电话已经讲啊足清楚，咱活伫这个土地顶头，爱了解咱的历史，咱台湾经过三四百年。哎，外来统治，啊，咱迄中间是安怎过日子？咱这少年人爱了解，咱若对家己个事无了解，咱毋知咱个根伫啥物，咱毋知咱个拍拼方面啥物。特别是今仔日面临着真侪困境，台湾无去多少，所以伫这中间来看一部电影，特别有迄个启发性。啊，尤其是这导演是咱台湾，咱今仔重视来培养咱个本土个精神。本土的人绝对袂使去让外口的人侵占伊个名，这是咱的人，咱就爱疼惜咱。
世界上对这方面上重视的就是犹太人。犹太人因栽培因家己的人才，因到啥物所在，家己的同胞只要有能力，有机会一定要栽培。咱了解，咱有春节的各导演，咱有其他类似的运动员等等，就咱伫这人才，咱王建明啊等等，就是啊，就咱家己公民做领导人，就公民党的重点伙伴，应该接受采访，来做上课，感谢。啊，这些哈，这个大家来请渔夫哦，渔夫算演艺界，他是演艺人员。我看到咱富力建设，咱的陈总统当书记啊到家，温博文理长啊叠加吼，咱的这个桂田贺桂经理员啊叠加所在，咱吼临时有咧做赛德勒巴来做这个雾社事件的简单的介绍吼。我细汉的学生有搞问一个问题，我感觉趁你看迄电影，来做伙来想，找迄问题答。这个雾社事变吼，失败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台北原住民组织团去拍原住民，叫日本人死无几个，拢原住民，台湾住民。阮今日问讲，为什么都是台湾的原住民，为什么不能团结？这个问题，咱台湾人当好好来思考吼。第二就是。伫咧外族来到统治啦吼，绝对袂尊重你的文化，所以一个男主角吼，我若有到讲一句话吼，赢身体无比啊，爱赢灵魂，伊的原文等下你来去看吼。所以今仔日咱在2:20要正式来开演，感谢各位，今仔这票抢的，阮电台看落五分钟都卖完啊，这侪人都讲骂咧，我嘛感谢这个志刚甲票瞄出来吼。第二届的包票是这礼拜六。我即马煞会请吼，那台湾有政论节目是对疫情开始的，你若出找李涛的，等一下包特频道的，找伊算数的，咱的渔夫的，2100是开始的。我看含咧讲啥，伊伫咧开演啦吼，咱规个吼，大家做个翕相，有迄个 iPhone 的拜托的吼，你马上打卡去，我即阵要开始啊。边仔这位是台湾诗人吼，咱的民族兄吼，你讲两句啊。这个赛德克巴莱吼，真正的人啊，伊是真正的人。赛德克是名，全部的名啊，巴莱是愈真正。咱若要做真正的人，咱就爱会当讲家己的话。过去咱也怎样吼，咱的人咱袂当讲咱两个。这阵时代好是，迄个时代，迄个时代敢若有关注民会，日本的两个人合作的，并无华裔做这个平民不出现。哦，这个是一个真心的代志。我希望咱以后怎样，什么人？应该讲什么话，这样做继续管这些。来，跟咱介绍啊，感谢哦，姚正玉学姐，姚正玉发来嘛来啊，伊专业块五位人吼，嘛看做者好评来遮，咱跟咱欣赏咱的进场吼，也多谢国美影城提供咱最优惠的介绍吼，比一般咱优惠的再来高一点哦。